Hello， 各位观众，啱啱过完个 Spring Break 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去边度玩啦？过完 Spring Break， 不如谂一谂嚟紧暑假又去边啦？这个就系我较早前去过一个旅程其中嘅一个行程嚟嘅，咁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如果大家睇咗地图咧，其实就喺温哥华咧，大概都要揸10个钟头松啲嘅车去到一个点咧，就叫 Radium。其实呢一个点咧，就距离温哥华大概850公里度啦，嗰度咧有啲温泉嘅地方嘅。咁呢個 Radium 咧 ，Radium Hot Spring 啦，咁其實本身都有一個温泉，咁但係俾我感覺咧就有啲似 Harrison 個 Hot Spring 咁樣咧，就好似泳池咁嘅感覺，同埋大家圖見到咧有好多人排隊，咁我哋就唔去。咁喺嗰度咧就揸個一個鐘頭車度咧就去另一個地方，就叫 Lucia Hot Spring。因為我哋咧就唔會一直由温哥華直踩過去噶嘛，所以我哋中間會停嘅。咁呢個 Radium 嘅地方咧就係其中一個中轉站啦，可以咁講。咁喺 Radium 嗰度咧就揸大概一個鐘頭鬆啲嘅車咧，就去到一個 Lucia Hot Spring 啦。咁其實喺坊間喺 YouTube 咧都有好多英文嘅關於介紹呢個 Lucia Hot Spring 嘅，廣東話我唔多講。咁希望可以幫到大家，俾多少少意見。大家嚟緊暑假，如果你唔飛嘅話，點樣 plan 法啦？喂，早晨，今日咧就系第三日，我哋咧就去一个今次一个 trip， 其中一个 highlight 就系叫做 Lucia Hot Spring， 就有别于我哋琴日去嗰、那个，同埋有别于我哋时见 Harrison Hot Spring 嗰啲咧，比较人工啲，呢、这个系比较天然嘅，荒山野岭，咁啊有几个水凼，有几个 Hot Spring， 咁入边系热嘅啲水，当然系啦，咁啊今日天气凉凉地啊，啱晒啦，咁啊可以去感受一下真正 Hot Spring 嘅威力。好，事不宜遲，唔講咁多，出發。其实头先咧就喺 Radium Hot Spring 或者系嗰个小镇咧，向南沿住条93公路咧向南走，大概个零钟啊嘛，头先讲咗，咁你转入条小路嘅，咁条小路其实大家望到后边咧好大沙尘啊，如果望翻后边咧，我仲以为自己系港京拉力赛后面嗰啲沙尘滚滚，同埋条路咧，大家望到咧都几崎岖嘅，你见到啊有啲车经过咧，我哋要爬埋侧边，但系侧边啲真正行得好慢，因为侧边其实就系悬崖嚟嘅。所以我哋就要慢慢行，跟住咧，如果遇到啲大货车，因为绝对系会有大货车经过，咁必须要避一避，系啦。咁大概呢一段沙尘滚滚嘅路行咧，其实就唔系好耐嘅。如果你开得快咧，可能3-4个字，但系慢慢咁样窒下咁样行咧，其实可能都要行成半个钟左右嘅。所以其实就唔可以话行得好快，因为如果唔系你架车呢啲石仔打去车底咧，都几麻烦。咁咧去到嗰个目的地咧，其实大概你见到有20个位度啦，20个车位。咁你早啲去就好啲啦。咁啊，因为如果唔系爆咗就麻烦啦。哇！经过咗大概17公里，呢啲石路头先大家见到啊，都行咗10几分钟，蹬下蹬到攞下都痛。但系估唔到嚟好多车喎，你见到头先我到位，你见到好多车出嚟啦。咁亦都后面有好多车嘅。咁有条小路落去嘅。咁而家我带大家睇一睇先。我相信咧幾有趣嘅，希望唔好太多人，但望落去人數都唔少。OK， 出發啦！做咩？快 ，let's go！ 好啦，咁我哋落去啦。開始聽到水聲啊！有啲人都浸完上翻嚟啦。嚟睇下，其實幾靚嘅，幾舒服嘅，大家望下。
好啦，我哋去排队准备一下先。好，我而家就落去试一试先，睇下呢度系咪热嘅啲水。但系我只脚板嗱，嗰个男人再上啊，阿妹，佢喺嗰边啦，系咪？我知啊，一阵间你嗰个等，好啊，等下，阿妹去嗰度睇下，阿妹，我女而家去嗰度睇一睇啦。是不是暖一点啊？上面有是的，现在我们站下去了，已经很有趣的，就上面那层是暖的，下面脚底呢就冻的。那我想现在它有几个位置，几个湖，不是几个湖，几个 hot spring， 这样我们试一试，看我后面那些会不会好一点。大家看我后面，会不会好一点，我后面那些，但是很天然的，大家可以望一望，望一望这里，外面其实是冻的水。也估不到几十度啊，这里有。我的家人就全部在这里浸晒。同埋你闻到那阵麦硫磺味，你闻到一阵麦硫磺味。比较特别就是外面很冻的水，刚才的湖水、的河水你看到很冻。所以两边走了，热的冻的，热的冻的这样。所以为什么人这么远都值得来，就是这样。刚才那个热的。剛才那個熱暖，現在下去 freezing 那個那邊，其實這邊已經是冷凍地了，這裡已經凍了。阿妹你來坐吧。耐一點啊。这个景点是不是很正呢？我们玩了大概个零钟，因为这么远来到没理由浸一浸就走的嘛。我们10点半左右到啊，我觉得早点来好一点，因为没那么多人。不是现在差不多12点20几分呢开始人多了，所以我们都走了。啊，记得大家来之前准备定毛巾，准备定有人落太阳，我觉得不好了，不要落太阳了，就是带毛巾，带瓶水，浸完温泉喝水，值得来的这个。OK， 那么带你看下一个景点了，拜拜。见到我呢，喂，其实见到我后面呢，其实就是这个是一个叫 Radium Hot Spring 的一个 Village Center， 是一个小镇的中心，其实两条街的左右有些店铺。
咁而家就下晝大概四點鐘到，其實好熱啦，啱啱有個 heat wave 咧，再加上山火咧，其實係好朦啊個天氣。本來諗住行個 trail 嘅，但係都未必得啦，因為嗰個空氣嗰個質素太差。咁而家就諗住依啲天氣最好就點咧，揾個地方有杯雪糕啊，或者整杯啤酒，或者整個 ice coffee 咧就一流啦。我後面咧就有一間，好啦，咁我哋去揾下嘢食先。